城里人都说啊，我吃过猪肉，但是没见过猪跑啊。现在就来让大家看一下猪跑啊！啊，这个猪，啊，这两个猪，看它的毛多长啊！现在天冷了，可能它的毛就长一点了。天热的时候啊，它的毛是特别短的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猪舍、啊，都给它咬的烂烂的。像这些猪啊，应该大家都会知道，猪肉啊是特别好吃。因为啊，这个猪是我一个朋友刚刚从那分享下来看到，这个猪啊，他说他养了三年了，他平时啊都是去啊、到处去喂那个蜜蜂啊，去流动性的喂养，这个猪呢没有什么时间打理啊，然后就是，回来有空呢就给一点它吃，所以说这个猪长得不快，但是呢、啊、这个肉啊特别结实啊，看看到没有，这个肉啊特别结实，像，你看一下。这个肉啊是特别结实，像啊一些喂饲料的猪呢，你一拍进去，那个像水一样的，那个晃动的很大。他说啊，到了过年了就可以把这个猪给杀了，然后自己做那个腊肉吃了。好了，就回去了。春节抢红包只在百度 APP， 十亿红包人人有份。